呀，拍不住脸，我哪会拍住你脸了？啊，这东西我都不拍，秀肉人家看不见吗？你这都是习惯了，他想长还没用嘞。这有啥？直播都耐住，好久没有直播的事儿。好久没啥直播了，都有。我不是直播的，我当啥家网红啊？视频也不用。现在不来，现在不能啊。这人流量大，流量太大了，太大了。新疆人，你也别弄，啥不知道。你把这那去对着那门口停车位就管理起来。他属于公家的，没法管理，他不属于小区，也不属于啥。后边那店不得生意吗？那谁过去买奶茶不得兜着米去啊？那三辈儿小年轻也不少啊，生意不是也游乐场啥的也挺热闹，开到现在。对，厂那儿。那慢慢的人流量不一到那儿的，那不是是吧？我年前我没回来的时候，我都看那，都说咱金矿烟花，我在那刷着这神牛这边直播，那矿真热闹，成天晚上都是开到小磷矿。那风筝啊，天晚上风筝都不带小的呢，风筝真热闹。哎，都是几个小网红，这俩人不知道。有人过去查了，那从那儿开大房子。哎，烟红啊，一个鱼，几个单位去查。为了人过来。到那儿一看，别人查人，人家我也想放了。
估计人怪多的，你要买辆镜子都装不下，装谁呀？鲁豫那个你看都有人看了，镜子都给他捂翻了，鲁豫那个给他反，给他掀翻了。对，要镜子给他，我这捂翻了。他不能热中毒啊！这有啥嘞？这雾霾还有没有？也没雾霾，也没着急吧。